好，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五动漫废物第201集。咁啊，收听方法好简单啦。咁你听紧嘅话，你都知嘅，因为啊，次次都唔使讲噶啦，嘢系咪？根据大家嘅理论系唔使讲噶嘛。唔系、啊，我近排发现有啲人咧系。嗰啲人自己唔係上呢個網站聽，係朋友 download 完呢再訂俾佢喎，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原來有需要話俾人聽個原根本喺邊度。咁為咗大家唔需要麻煩你個朋友 download， 咁我教大家去 download 啦，好簡單啫。你如果想 download 嘅話，就上我哋個網站 www.acrubbish.org 就得㗎啦。咁如果想聽直播呢，同樣去返呢個網站都可以聽到嘅。咁如果想同我哋傾偈呀，可以诶，我哋嘅MSN 啦 ，MSN 就系acrubbish.radio@gmail.com 嘅。咁啊，同时间如果等现场即系我哋倾偈，可以入我哋嘅 M 群。M 群系几多啊？文生 group 275180@msn.com。可能记得到嘅呢个。好废啊！人哋话你个开场白。系啦，开场白就梗系废噶啦，动废动废唔废，咁要动废啫，系咪先？喂，今集讲一本，等等先。诶、哎，系、哦、有广告啊你？唔系啊，你我未介绍自己啊。系、哦，我忘记有咩广告啊？但系我谂住你会有啊。冇啊，你讲啊，你讲。喂，大家好，我系冰之嘅。大家好，我系漫游者。我系师弟，我系梅日乐。咁啊，点啊？喂，我有广告啊。你真你系宣传者系嘛？系啊，宣传者。咁啊，广告咧就分别系呢一个剛才九點鐘，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啦 ，John Animation 啦，咁啊記住，啱啱過咗第四集，好乞人憎嗰個死肥仔，即係我感覺係一個死肥仔，嗰個鬼頭靈人，咁啊告你歧視肥人噶，我話嗰個死肥仔好乞人憎啫，冇話所有，唔係佢係常宇春啊，常宇郎啊，我又試下染金咗博埋髮先，可唔可以 cos 到先？實得啊，一定，我硬係認住自己應該係 cos 黃寶寶咯，整個 Jack Lock 頭啊咁樣。咁啊，跟住就係、是、嚟緊。大家繼續支持呢一個今日煲新番啦，就嚟一周年噶啦，咁都即係大家俾下面咁樣啦。好，開始啦，解禁。你啲廣告完咗啦，係廣告完咗啦。上個禮拜二百集講完啲硬嘢，今個禮拜講啲軟嘢。中秋有幾軟咧？喂，軟好多。今集講咩？喂，就快解禁。上集啊喺度講啲鐵甲嘅機械，今集講毛公仔，爭好遠啦、啊。下集咧講車你啊！下集就等下集先再讲啦。下集讲苹果。喂，有 M 群叫佢扮通通啊。你扮一次通通同大家打。渠佬唔好食。你攞三个老婆嚟俾我先，我再研究点办。讲翻今晚啦，就发解禁啊。咁啊，嗱，今集讲嗰本作品个作者咧，其实真系冇乜嘢好简介，因为新人嚟嘅基本上。咁啊，咁耐以嚟就出過兩本作品嘅啫，除咗呢本之外，就另外另一麻生魚女呢個名都真係魚女幾陌生啊！唔係喎，其實個名字就好熟，因為你會聯想起咩麻生太郎啊，或者係咩《荒漠飛女燕》啊，係啊，咩《魚女艷珠》啊嗰扎咧。不過佢個名咧，即係我都覺得係喎。最初睇嗰時咧，我成日以為啊，佢之前嗰本作品係咩咧？諗咗好耐，講咗好多題，即係講咗好多例子出嚟，大家都話啊唔係喎咁啊。跟住諗住冇理由講，明明記得呢個作者名，我係見過出過第二本書嘅。點不知上網查佢真係冇出過嘅喎。就係就快解禁二。原來佢個名，因為就同好多其他漫畫家個名咧，即係其實將幾個漫畫家嘅名抄抄集集咧，就會變成佢個名㗎啦。咁基本上咧，佢呢個作者同呢本書咧，真係有一定嘅關係嘅都要。咁人哋阿媽好難堪咯，我覺得。佢阿媽可能佢阿爸阿媽好中意睇漫畫咧。咁唔好扯，咁你冰之你個名都唔係你自己㗎啦，都係炒炒雜雜㗎咋嘛。梗係啦。人哋咪諗起玩冰火囉，聽到呢個名係呀。即係你細佬係咪叫火之囉？喺啲砵蘭街度咁望咗。冰火之到大㗎嘛。喂，但呢個其實未必係真名嚟㗎，可能係筆名嚟㗎。又未必真名。都有機會㗎喎。好多漫畫家都係咁㗎啦。係呀，佢星夜貴嗰啲好似都唔係真名㗎嘛。即係簡單歷史先啦。佢呀1980年出世，嘩幾鬼後生啊。30歲都未到，喂 ,80 後嚟㗎喎。真係喎 ,80 後喎。正宗80後啦。正宗80後啦，係啊。同一般嘅80後嘅大學生一樣啦，關西大學工學部。工學部即係工學機動隊嘅。讀下冇讀啦。咩叫同一般80後嘅大學生一樣？有幾多80後嘅大學生係成功畢到業㗎？係啦，大部分係少量80後嘅大學生係畢唔到業，甚至乎個別得好緊要。一般囉，唔係
絕大部分嘅。你依家一般嘅意思就係 normal 嘛，同埋佢係讀咗五年㗎嘛，你要重新去。讀咗五年都畢唔到業，喺我認識咁多朋友嚟講呢，只有一個人係咁。好難啫，好難得㗎，真係萬中無一。但係佢住學嘅理由好好㗎，真係好鍾意。因為大學生活太過開心啦，沉迷於玩樂，所以第二年留級嘅時候決定住學啦。因為太開心沉迷玩樂，所以決定住學。即係呢啲咪有理想有承擔囉。即是不同一些人是不想讀就不讀不是喎，但他讀了五年喎，又怎樣可以讀到第二年之後覺得即是決定住學啊，他是一年四次這樣。他是即是 EOA repeat 了四次。不是他應該是 final year repeat 了第二次的嘛，是不是這樣說的？他沒有詳細講就不理他啦，很多可能性。第二次留級時決定住學，即是可能是 year 2留了一年，跟住 year 3就變成第四年啦。第四年之後嘅再 repeat 都肥，咁咪決定第二次留級啦，咁咪轉學囉。啊唔係喎，日本嘅大學讀四年嘅頂。係啊，係咩？係啊。啊你哋頭先講嗰陣時唔係經驗，唔係用咗英式制。哦 ,ok。唔緊要啦，咁佢喺後咪就投身即係創作活動啦，咁2004年就話。即係佢反省過啦，決定投身於好艱難嘅漫畫家生活。玩完之後就覺得漫畫家生活都應該好 hea 嘅，咁我諗住再做啦。咁啊，2004年就畫咗一本唔識讀添。呢個係你嘅解讀囉，唔知佢係咪咁樣嘅想諗法。如果因為覺得沉迷玩樂而覺得要絕學嘅話，咁我覺得個理由都唔會爭好遠。喂，即係佢絕學係一回事啦，但係佢能夠踏得入呢個漫畫圈呢，佢都係多少叫做有啲能力。咁出版社先會俾佢試㗎嘛。佢會唔會喺 7-Eleven 度拎起本嘢，咦呢啲咁嘅漫畫我都畫到啦，咁跟住就投稿嘅啫。係喎，咁爆漫嘅你呢個講法。但係轉個頭佢又攞獎喎，第一套漫畫零海納13號係嘛。入選入選呢個漫畫。平遠都攞獎啦。係大家好，我班嚟啦。召喚咗個睇住女囉，咒術召喚咗吓，講到而家林強喎，而家好驚㗎喎。咁佢攞完獎之後，經過咗三年嘅訓練之後呢，先開始出而家我哋今晚講呢本嘢嘅。三年都算快啦，係咪？但點解攞完獎啦，再經三年訓練，唔係訓練先攞獎。你冇聽我哋嘅動費嘅咩？我冇聽㗎，我哋。你冇睇爆漫㗎咩？佢有好多都係即係你攞咗獎覺得你 OK 先再出俾你做助理都有機會㗎嘛。清理哦，原來如此。咁但係睇部作品就知道佢跟過邊幾個老師。咁佢呢本就係海賴13號啊。係啊，係咪11號啊？所以呢本係13號啊。可能係都唔出奇。咁作者係基本上冇乜特別好講㗎啦。但都講咗7分鐘。係啊，我哋鄧波鐘㗎嘛，最出名。係麻甩攞一件啦，主要係。喂，講返個古仔。都 OK 麻甩㗎喎。講古仔啊。講啊。講。喂，其實古仔你講好啦，冇俾阿羅婆羅咪婆羅咪。個古仔好簡單，我講好快講完㗎啦。係咪好快啊？俾十秒你。十秒。十慢得快。九。少少得就。八。我係數完我先。你要咁做。佢係用九秒啊嚟求情。嗱個古仔好簡單啫，佢講一個即係中學生啦，咁原來佢唔知道佢阿爺本身咧就係一個即係全世界最偉大嘅咒法師。咁就因為咁突然間有一日佢阿爺失咗蹤啦，咁跟住呢無端端佢遇到一班其他唔同國家嘅咒法師呢去襲擊佢，咁佢到後期就有個毛公仔出嚟救咗佢，原來毛公仔就係佢阿爺最初走之前呢留低諗住攞嚟保護佢嘅。咁因為點解啲咒法師會襲擊即係呢個主角春平呢，就因為呢佢哋就有個謠言就話我、哦、要想得到嗰佢阿爺嗰個最偉大咒法師力量嘅方法就係殺死佢嘅承繼人，即係攞佢心臟。咁所以就咁樣就引發咗成班人就不停咁追殺佢啦。咁當中即係透過即係嗰隻紅公仔海德去同春平兩個之間即係救佢啊，同埋教佢點樣去即係學習一啲咒法啊，或者去點樣對敵啊，跟住再同唔同嘅人去戰爭啊，咁去搵到好多同伴啊，咁最尾就係解決咗好多問題之後，跟住搵返佢型，咁就係咁個故仔係咁簡單。其實呢種都係一般少年向漫畫嘅劇情啦，即係主角當初就係一種隨處可見嘅高中生，跟住就捲入咗某啲事件，開頭由一個受保護嘅人到自己成長啦，成為獨當一面或者有可以自己保護他人嘅能力嘅故事嚟嘅，都幾一般隨處可見嘅題材。同死神咗差唔多。
但系佢好快咯，佢好似第五期已经揾到佢阿爷咯，但小刚好似廿几期都未揾到佢老豆。咁系同受唔受欢迎有关系。系啦，冇错。同埋死神有个唔同嘅地方就系死神嗰、那个死神个主角咧，系本身就算佢唔识，即系未得到嗰故事入面嘅特别能力，佢本身都系已经好似优助咁噶嘛，即系赢大噶嘛，都系啲知识分子嚟噶嘛。即系而春平就好唔同，就系佢。基本上佢系一个好软弱嘅人嚟噶嘛，第一俾人虾噶嘛。唔系，即系受欢迎嘅话，出版社个编辑就会捉住佢阿爷，唔俾佢见佢阿爷咁样。哇，咁似玻璃面具啊！即系一路搵，搵住佢阿妈唔俾佢出嚟。明明搵，明明搵啊！唔系喎，呢个系星矢嚟噶，搵住佢家姐唔俾佢星矢搵到啊嘛。但系明明已经搵到噶啦，跟住诶唔系，原来嗰个系另外一个阿爷嚟噶。哇，好热血啊！呢个只系随处可见嘅老人家啫。维园阿伯嚟嘅都系，哦，佢个名叫阿爷。所以呢本故仔，呢本书其实入边啲内容咧都系凑凑杂杂咁样啫。唔系，即系响冰之正式套租之前咧，我当初听到呢个书名咧，我系有少少期待性嘅，因为呢类嘅作品咧，你话随处可见就得。但是能够写得出自己风格的呢又不太多。是啊，阿郎为什么你会只是看个书名已经觉得他是随处可见但又可以写到自己的风格呢？因为他第一时间令我想即是。想起咒法定解禁啊。解禁啊。两样都令我想起不同的东西。他开宗明义呢香港版叫咒法解禁啊。他开头两个字经已令你感觉到是属一些灵异类的题材。即是啲茅山师傅啊。可以个转运啊。我成日都想帮呢个茅山师傅辩护。不过算啦。唔系你可以辩护咗先。喂，但系人哋菜仔叫茅山雨女喎，唔系叫茅山雨女。茅山。麻山。麻山啊，唔系茅山雨女嚟噶。茅山雨女。啊。系啊。系啊，即系不过呢个题外话，迟啲睇下。留言版讨论咯，留言版讨论咯。留言版我觉得好惨。咪咦，但系个故事咁吸引，系咪唔介绍咧？谂住系我都介绍完噶啦。介绍完噶啦，我讲完好短噶啫嘛。即系唔讨论噶啦。想要个长版本，我帮你。咁我哋开多节噶。私底下录，私底下录。开多节点子啊！咁啊，嗰个古仔入边嗰个世界设定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日本咯。又啱喎，咪佢有冲出日本嘅后面，系，又去嗰啲远嘅地方嘅。咁就每一个即系佢哋嗰啲所谓嘅咒法对决咧，其实就唔系唔系自己本身即系好似我哋以往即系中式嘅，就系大家念咒去攻击人嘅，全部都要靠嗰个人，靠过一个媒介一个人偶啦。咁啊，主角春平嗰隻就係一隻紅啤啤熊啦。其實講開只啤啤熊咧，我最初點解會有興趣睇咧，係因為我見到個封面，見到只啤啤熊咬住啲雪糕，我覺得幾型，所以我有興趣睇。你係咪幻想咗其他嘢啊？唔係喎，但我係見，我覺得你係見到第五期嘅封面啫喎。冇啊，睇第一期噶嘛，邊好似你咁揭第五期啫？個封面有個安娜喺度。即係呢套作品，佢當初咧第一期經已用咗大量嘅篇幅去講解下佢呢個世界嗰個咒術嘅。設定咧，其實我幾欣賞啊，因為一般人對睇咒法類啊呢啲或者通靈類嘅題材咧，其實都有唔少噶啦嘛。但係好多時都會流於公式咯。佢呢套作品就起碼有一啲之前作品冇嘅新意咯。例如佢人咧係基本上唔係靠自己攻擊嘅，你係要透過一個咒術人偶。由佢去負責攻擊，你施法者好多時只係做防守嘅工作。咁一開始已經以呢種同伴啊攻守關係咧設定得幾好。哦，咁同伴嘅攻守關係都有設定到嘅。不過我頭先想講嘅就係，其實你而家講緊嗰一種設定咧，其實有部經典嘅大作已經用咗噶啦，同小貝個名字差唔多。有啲奇妙冒險啊，又係用啲即係替身嚟幫你打，你自己都唔使打噶。唔係佢入租，你講租做啊？係啊，租做其實佢入面都有分幾類嘅能力者噶嘛，有啲真係自己純粹強化自己噶嘛。你再強化自己都要有個 stand 噶嘛。唔係有啲個 stand 經已等於自己噶啦，或者可能係一件盔甲咁樣咯。咁咪即係都係要透過媒介去轉咯。但係佢呢套作品就，不過你可以話佢係等於即係、等於寵物小精靈嗰啲，即係另外一個形象咁樣。唔係㗎，因為佢到後面自己都崩壞㗎。你見到啊，即係兩個惡霸咧，即係阿槍邊先生個手下咧，呢度唔係留翻後邊先套嘅，已經係即係咁樣噶啦，所以係啦，陣間再講啦。咁嗰個古仔去到即係一開始其實都好簡單啦。阿冰之頭先就即係超簡略地講咗一次啦，就係因為俾人即係有世界唔同嘅地方都有人嚟
受到嗰個謠言話係可以只要食咗啊，即係唐三藏個心臟，佢哋就會有無窮無盡嘅力量，可以做佢哋自己鍾意嘅嘢，變成即係咒法王咁樣啦。咁所以呢，一開頭呢就有傳說中嘅六人啊，就六個人走嚟襲擊佢。咁呢部作品有趣嘅地方呢，其實都同頭先講嗰部經典大作周做一樣，就係唔係個個都勁喎，有啲好 hea 嘅啫，即係隨隨便便都要俾你搞掂喎。即係如果你話似 JoJo 嘅話呢，我反而覺得似魔界小金毛加船多啲。我以為你似魔界。我個 setting 令我諗起魔牛喎、哦。即係 exactly 係魔牛囉。係呀、啊。咁、哦、因為真係你操控隻公仔嚟打㗎嘛。係魔牛嘅文版囉。不過佢都有 JoJo 影子。即係尤其佢後面有一個其中一個好似即係盔甲咁㗎嘛。嗰、那個好似即係然後嗰、那個綠玉法王係嘛？係啊，似戰車啊，紅色戰車係啊。咁所以佢就喺佢自己呢套作品嗰度咧，加多咗施咒者，即係點樣去參與呢啲？佢唔係純粹企喺側邊睇咯，即係佢都會有機會成為被攻擊噶嘛。佢都有一個防守嘅手段咯。呢度就係作者喺佢呢套作品度添加一個幾重要元素，亦都係睇到春平成長嘅其中一啲故事嚟咯。但我估同阿小貝之前講魔偶嗰本嘢有少少分別，就係佢嗰啲人偶呢，如果因為我冇睇過魔偶，我唔係好知道入面講啲乜嘢，即係如果入面咁你又知有少少分別，因為阿小貝講話魔偶係即係我冇睇過，不過我覺得唔係抄，即係佢意思話係操縱嗰個人偶去戰鬥或者係去攻擊人㗎嘛，但係呢本嗰邊啲人偶呢並唔係即係嗰、那個人本身係操縱㗎嘛，係每一個人偶都有佢本身自己嘅獨立思想同個性㗎嘛。嗰、那個本身個人類只不過係一個咩角色，就係一個能量供應者㗎嘛。唔係，所以我覺得似家傳多啲囉。家傳。豬油管嚟㗎嘛，本身基本上係。家傳本身佢都有自己嘅思想㗎。咁佢都係通過。都係小學館㗎喎。係嘛係嘛。即係都係即係自己人靠自己人啦、啊，所以總編輯嘅大能影響之下催生出嚟嘅作品。係啦，你咪借俾佢咯，條橋唔係借套書俾佢睇下啦。反正都完咗咯，係啊，創作第二個雷巨城出嚟啊。喂，咁就簡單咁樣講下幾個重要人物啦。咁啊，出名即係初中生一個啦。咁頭先講過啦，好鬼地孱弱，好怕事嘅，好怕事啊。即系见到咩都唔识啊，运动又唔叻，读书又唔掂啊，即系受军啦系嘛？咁算唔算一个受军咧？我唔识分啊。佢瘦瘦地嘅，但系佢连瘦嗰个形象都唔系话太鲜明咯，呢下死咯。即系大雄啦，差唔多。咁即系大雄好瘦噶、哦，瘦晒纪安噶、哦。居然系瘦纪安，梗系瘦纪安啦，唔系瘦边个？唔系瘦叮当啊？唔系大福嘅咩？阿福都系瘦噶，系咩？哦，咁有层次噶嘛？系咁啊，系啦，春平就有啲我哋所讲嘅一个人啦。咁啊，佢只即系宠物小精灵就系阿海德啦。反而海德就相反，完全系一个公军，暴君啊？点知系公军？咁暴君都可以系公军嘅啫。仲要系冇分冇军冇抵触嘅两件事，系咪先？即系一个比较即系强悍啊，好坚。但我觉得海德系阿狼嚟嘅。成日都讲嗱，男人就要咁噶啦，呢啲咪男子气概咯，呢啲咪叫有型嘅男人咯。你认唔认同先？我唔认同啊。原来系末日熊，末日熊仔咋？末日熊仔，我啲远亲嚟。佢嘅特征咧就系咧可以喺背脊度咧攞把锯出嚟。做乜远亲啊？即系硬唔起来啊！系你咁变态，对只熊仔都硬起来唔係，咁好多人拎住隻 Hello Kitty 都摁一餐嘅。咁不係喎，我見到你真係見到啱喎，你真係見到。我認同啊！佢照鏡嗰時見到，係啦，一定係啦。唔好講埋自己私隱出嚟。好離題啊！海德啊，講海德係啊，都唔知講到邊度嘅啫。講緊摁公仔。唔係，海德嘅拉鍊喺後面嘅，嗰支嘢都喺後面度出嚟嘅。係啊，一定要係阿春平幫佢攞嘛，攞㗎。即係呢個設定其實係有少少搞嘅。其實佢個袋唔係叮當個袋嚟嘅咯，一隻熊公仔有乜可能裝到咁大把電鋸咧？好明顯係一個四次元空間。好咩？日日夜情刺啦、啊。
咁咪把电锯未必一定系一个实物嚟噶嘛，即系好似通灵王嗰啲形式嘅嘢都得噶啫，系嘛？唔系，但系边人你几时见佢攞住把锯嚟锯木啊？唔系，但系佢系短手版嘅日日夜情刺咯，佢只手佢伸唔到去后面，即系塞个拉链嗰度拉把锯出嚟咯，系下下都要揾阿春平帮手。最初佢出呢幕嘅时候都几好笑嘅，我觉得，因为佢出场嗰时系好型噶嘛，即系一个即系好压场咁住，哇！我嚟到啦，即系咬住啲雪茄咁样，你哋即系。即系唔够系我对手啊！跟住真系要打嘅时候，发觉哎呀，个爷爷嗰时最初即系虽然佢好大咒力，但系可能佢谂嘅嘢唔够全面，即系要拉链摆后边，我唔够斗场，即系要阿春明帮佢去开。其实嗰幕系几好笑，我觉得。唔系连个对手都笑到趴喺度噶嘛？嗰个即系忘记咗去攻击阿春明噶嘛？佢系皮影人偶啊？系啊，唔系皮影人偶之后噶啦，呢、這个系佢一开始嗰个应该系会喺间房度飙嚟飙去嗰、那个个嗰只马骝啊，系类似 B 波猴嗰只B 波猴。咁啊，另外咁啊，春平因为本来系有佢所谓嘅四个同伴咧，本来系佢啲敌人嚟嘅，都系想即系攻击佢，希望即系攞佢心脏而得到嗰、那个即系好大。啊，点解你唔讲龙尾先嘅？龙尾啊，冇好似冇攻击过佢嘅。龙尾咪排喺之后先讲咯。系啊，排喺龙尾咯，将佢排喺龙尾先讲咯。你龙头又话讲先，龙尾梗系排喺之后先讲。龙尾，龙尾仲有帕古华咧，帕古华都唔系敌人嚟噶。帕古华就术就巨伤，就巨伤哦，系嗰、啊那个靓妹啊，系嘛？系啊，即系卖部手提电话俾佢。喂，嗰、那个就嗰、那个帕古华咧，嗰、那个造型咧，好鬼似我哋一个版友啊，姓向日嗰个咧，又系戴顶嗰顶南瓜帽咧，同佢个造型好似噶，猎帽啊，好似系。佢系咪 cos？ 嗰啲系咪叫南瓜帽啊？都有人咁叫。佢系咪 cos 啊？向日、啊？其实唔系，定系向日 cos 佢啊？睇边个出，睇边个出现先咯。哇！成本都系影出嚟先，向日呢个人就十几年噶啦，所以我正定系佢 cos 向日啦。成本书都系影子嘅，啲系帮手，好攰我。啊，帕古华就系咒术商啦，系咪讲咗？咁佢都系属于失败同人组噶啦，即系专做嗰啲即系次货啊，次货即系。因为其实佢都系失败噶啦，佢就咁解咁呢个世界入边咧，咁既然有咒术师啦，咁当然亦都有佢哋嘅世界啊。同埋佢用嗰啲咒具嗰個市場啦，咁帕古華就係其中一位建集嘅咒具，即係手作家，係啦，手作嘅咒具。咁但係咧，就一般嚟講咧，佢啲嘢咧都係被認為係即係失敗嘅、冇用嘅、次貨嚟嘅，次次都用唔著嘅。話用嚟即係溝女嗰件蘋果批，結果啲俾唔係俾條女話好難食啊，即係諸如此類。咁但係。其实咧呢一度我哋之前讲漏咗佢一啲 setting 啦，就系喺呢一部作品里面，佢一开始讲咧，其实所谓嘅咒法咧，喺呢一度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要相信咯。只要你信就得噶啦。你要对，譬如如果你系咒具商嘅，你就要对你自己做嘅嗰件咒具有信心。咁嗰件咒具咧，先至会有一个功效嘅显著嗰个效果。哇！咁呢部嘢好适合香港啲港女睇。第一话自己，哦好靓好靓好靓，我好靓，我十分都搵到影人。小贝有嘢讲，港女啊嘛，我今晚港女小贝啊嘛，唔系、哦，真系其实所有魔法咒术乜嘢嘢都好啦，个源头都系讲个信念咯，即系都要讲个信念，啊、黑社会咁样。系因为系意念啦，意志力其实系一个力量嚟噶嘛。即係呢一樣嘢其實你有好多而家呢比較即係現代嘅理論嚟講呢都有講過你點樣心理暗示一個人佢係有用嘅。因為佢即係會改變佢嘅 belief 呢你即係你發現佢做出嚟嘅嘢係唔同嘅。其實呢、這個即係喺古代人哋唔知咁多理論啦就會話呢啲係咒術啊魔法啊嗰啲嘢。咁所以你信唔信係好緊要嘅。因為你信呢就連對方都會即係被你嘅咒法而即係影響囉。所以其實開頭嗰個故事呢咪最開頭有人散布謠言有人去襲擊春平嘅。究竟呢一、這個謠言話食咗佢嘅心臟就能夠獲得咒術王嘅力量究竟係咪事實呢？好多襲擊者呢其實都講相信就有機會㗎。即係變成其實呢個係咪事實唔緊要㗎啦。即係美女廚房係咪食咗先講啦。喺呢、這個又喺呢個心理學上面呢一個呢亦都係有一個叫做假藥效應㗎。即係話就算即係佢哋其實係真係冇效果都好啦即係唔係真係咁勁都好啦只要佢哋相信個心臟係好勁嘅食咗呢佢哋就會勁呀。咦其實呢一本書都有講過呢一個理論㗎喎就係、是、即係只要你
即系医生，即系系啦，医生暗示话其实呢一只药系掂嘅，其实可能明明你冇病嘅，你以为有病，但系食咗，诶明明冇影响，你都会觉得好翻。其实伤风咧，通常医生都系开 Panadol 嘅。咁就开伟哥，唔系啲医生自己都知道，其实冇药系医到感冒噶嘛，即系对病毒类嘅。但系佢哋都循例做啲动作啊，希望激发到你咧快啲好咁样。佢唔系希望激发到你快啲好，希望收你320啫。当然佢背后有自己嘅生意啦。哇咁贵，但系其实你头先讲咧话，个个都走嚟即系杀啊春平啊嘛。但系其实有一个唔系嘅。即系唔系谂住攞去个心脏嘅，有一个系谂住攞去啲脚夹泥攞嚟冲水饮。就系安娜喺墨西哥嚟嘅，我以为系曾志伟添，整咗啲咩咩河马脚夹泥煲呢个水蜜头皮汤。唔系呢个系林敏聪。咁如果呢本唔系一啲少年漫咧，青年漫咪真系要同佢搞啊嘛，就会好劲啊！唔系茅山术啦，茅山雨女咁啫。所以我咪话即系要帮阿茅山师傅辩解咯，佢系真系好相信咁样会改到运噶嘛。咁系啊 ，Lemo 你唔信系咯？可惜个 Lemo 唔信系咯，唔系其实系个法官唔信，个法官唔信。系啦，咁所以你佢阿师傅应该同阿法官讲，咁你咪改唔到运咯。咁其实系咪应该怼翻到周法解咁做呈堂证供？个辩护律师真系渣。系啦，讲安娜先啦，安娜大波，巨雨量，巨雨量，爆炸头，爆炸头，讲晒噶啦，二十岁嘅成熟少女，二十岁咩？佢读佢入中嘅样，佢讲紧二十岁成熟少女嘅容貌，唔系佢好似真系喎，咩响？唔系啊，佢同春明同年噶嘛，同讲过咩？我净系记得佢解释点解能够入到呢个学校咧，系佢用咒术控制校长写封推荐信咯，所以佢明明唔经已超咗零咧，都可以入到学咯。唔系佢佢好似冇中一咁，即系中一咁细嘅，但系佢又冇，亦都冇二十岁咁大，即系佢但系佢个佢样就似廿岁咯，高中嗰啲系啊，你睇佢个身材点知廿岁啊？系咪先？呢啲咪童颜巨乳？咁唔可以咁讲，入江零沙十几岁似廿岁，瑶瑶嗰啲都边个嚟噶？都唔童颜嘅呢个，佢系即系早熟咯，系咯，早熟咯，佢系。系啊，即系一个嚟自墨西哥嘅女性咒术师啦，咁样系佢嘅咒，即系佢嘅咒术咧，就系主要系播歌嘅啫，同埋跳 rumba 系嘛？唔系，佢系即佢个女鬼啊，系啦，佢个人偶咧就系、是、即系根据佢嘅播嘅音乐去跳舞，跟住再透过嗰只舞去即系点讲？去做个咒法。即係佢有唔同嘅顯現嘅抽法 ，level one 就係一樣 ，level two 就係即係 mirror， 即係將你變成鏡像，我做乜你做乜。第 level 三即係 GR 三咧就係、是、會行落雷咯，嗯、即係三國志嗰啲最勁嗰啲招式。呢個都有少少即係古代土著咧嗰啲咁嘅，譬如求神啊嗰啲咁樣嘅儀式，都可以喺佢身上睇得到。佢第三招行雷其实都系同三个字入面即系我讲打机嗰、那个落雷咯，落雷都好相似，因为都要等好耐。同埋跟住就讲神藤啦，神藤学长就系喺作品里面最聪明嘅一条友啦。基本上每一本热血嘅，即系呢啲类似咁嘅漫画入面一定有个靓仔又聪明又有钱嘅角色。即系云雀，或者系呢个云雀啊，或者系 Beach 入面嘅嗰、那个叫咩啊？四眼嘅又系唔记得咗添，雨龙啊，唔系、啊。雨龙系咪？好似系雨龙啊，系系有人提水话系，好开心咧！一讲到呢个就好开心啊，系雨龙，因为靓仔，靓仔又聪明啊，系啊！咁佢个神藤十佳啊，林佳啊嘛，威风凛凛啊嘛，唔系萧峰十十咩喂？系咯，十佳，十佳。就係佢系阴阳师后裔嘅咒术师嚟嘅，咁佢就有个嗰啲算唔算木偶啊？人偶啦，人偶啦，或者系傀儡咯，系嘛？即系傀儡师啊嘛。咁、就当，因为从来都唔当冇人当佢系朋友，因为佢阿屋企人系即系有头有面嘅人啊。好，即系佢屋企就培训佢要成为帝王，咁所以佢就唔可以同一般人交朋友。所以细个嘅时候嘅神藤咧，一般嚟讲咧都系。真係灰到冇朋友啦，就係、是、有親朋友都俾佢屋企人趕走咗，話你唔應該群埋呢啲咁嘅人。咁結果呢就淨係可以同到呢一個傀儡一齊，咁就結果佢就愛上咗佢啦。咁就係呢一個富美子，咁就亦都係成為咗一個咒具啦。咁就係可以
將啲頭髮無限伸長去作攻擊嘅。咦，其實我好多時喺啲玩具店啊或者啲咖啡都見到呢類人喎，原來佢哋都係咒術師嚟，佢哋同自己啲 figure 傾偈啊。帮佢买啲新衫啊，跟住帮佢影相啊，跟住去呵佢啊，锡佢啊，啲系嘛？你小心唔好得罪呢啲人，你死梗啊！你多一分嘅尊重，然后又阿水无端端俾头发缠住，又系因为即系你终于知道原来佢哋专业人士。咁你睇下嗰边，哇！爱你嘅公仔行紧过嚟啊！介绍晒嘅，咁仲有一个即系可以被称为主角阿春平嘅，即系化敌为友嘅同伴。火山，火山吓、啊、就被误会为神父嘅角色啊！呢、這个真系几有型啊！即系喺一个佢好似系经过教堂，咁就发觉个神父死咗定系走咗，唔记得咗。俾人捉走咗，唔系因为佢哋系俾个教会或者教堂咧，俾啲财团逼收地啊！咁就成日都嚟打打杀杀啦，又喊打喊杀啦，又将啲垃圾堆置喺佢哋个地方教堂前面啊！咁所以个神父就吓到走咗嘅。咁后来就阿火山经过之后咧，佢决定承担呢个责任，照顾呢班孤儿咯。既然救个神父走咗咯，咁佢既然入咗去啦，佢咪又当自己系神父去照顾呢班咁嘅孤儿咯。即系基本上佢自己都有一段几独特嘅往事嘅。咁佢个替身唔系，佢个咒具咧就系、是、法条人啊，即系系个铁甲人嚟嘅，可以射啲嗰啲叫咩上链嘅锁匙，上链啦，上链嘅法条咯，系啦。即系巴克蛇集集都会出现嗰件道具，好劲嘅喎！佢啲即系射中任何铁嘅即系机器嘅嘢都可以控制嗰部机器嘅。即系所以呢一个阿小贝头先讲得啱，我一睇佢咧，觉得竟然超越咗咒术，系变成咗替身使者噶啦个能力。咁就各有特色啦，呢三个同伴。我觉得系似系俾啲。即係比較細嘅青少年去睇咧，啲中一二啊，睇咗呢本先，跟住然後大啲先睇 JoJo 咯。即係入門版嚟。哎呀，咁我哋當時做呢個 JoJo 奇冒險入門篇，我哋係咪應該其實係推介呢本嘢嚟？因為嗱，你諗下，其實嗰、那個即係輕騎好多嘅話，啲公仔打嚟打去啫嘛，咁受傷都係爆棉花啫，即係冇咁血腥咯。唔使見血。唔係，同埋最大嘅問題係佢啲畫面你睇得到嘛 ？JoJo 你要有翻咁上下藝術指導，你先去睇得到嗰啲畫面，仲要接受啲人嗰啲扭曬 S 嘅 pose 啊！所以你要先即係學識咗睇一般嘅漫畫，你先可以再同埋磨練下自己嘅耐性對話嗰個耐性先好睇 JoJo。咁所謂即係頭先我好似都約你提過啦，其實呢部作品係分咗兩部噶嘛。咁第一部就係春平去點樣面對呢六個刺客啦嘅成長故事嚟噶啦。咁而之後呢就好突然喎，去咗個第二部，然後超級大 event， 即係一個大 battle， 然後就即刻完咁樣囉。因為嗰度當初講就話春平嘅爺爺係失咗蹤㗎嘛，但後來佢終於獲得個訊息㗎啦，就係佢爺爺去咗非洲嗰陣時呢係仲在生，而且肩負一個拯救世界嘅任務嘅。咁就係佢爺爺發現咗一件自古傳落嚟好似都成萬年歷史嘅咒具呀。是他影响力足以毁灭全人类的，那他在没办法之后唯有亲自去封印这件的咒具，那就希望就保护不被这件东西诞生，那而亦都希望春平自己能够去成长保护到自己的。可惜就一路以来呢就有一个叫枪边先生的人希望得到这件咒具去破坏全世界，甚至乎咒杀全人类的，那故事就这样来的。咁主要去攻擊阿春平嘅，希望呢個咒術王啦，叫做古洛薩。古洛薩就即叫做因為擔心個孫兒離開佢嘅崗位，就可以即從而就壓抑唔到呢個嗰、那個叫咩怨恨嘅嗰個咒具嘅誕生咯。咁啊，而呢個古洛薩其實基本上嗰個造型咧，都係弱化版嘅呢一個。祖罗夫祖斯达，即系操做第二部嘅主角老年咗，老咗之后，但又弱化咗佢，冇咁即系花 fit 啊，但系就 man 啖啲啊，而且都冇咁大只嘅，即系似翻个老人家咯，真系系啦，但系都系咁劲，咁所以其实呢、這、一个春平其实将来就系空调成太郎，呢本嘢系。JoJo 前传 ，JoJo 二，JoJo 一点五咯，系咪啊 ？JoJo 二点五啊，少年 JoJo 的冒险，系啊 ，JoJo 二点五嚟啊，咁到大 JoJo 都系少年嘅，唔使大个大个佢又打去，佢都要系打去埃及噶嘛，咁而家咪先去咗肯亚先咯，
咁仲不如讲埋昌边先生啦，即系话晒成件事嗰个黑手。好，其实佢每次出现咧都几有型嘅，即系你会感觉系一种超现实嘅存在。佢系能够喺个空间度咧，自己打开一扇窗，佢就可以有型地挨喺个窗边度同人倾偈嘅。我每次见到昌边先生出场咧，我都谂起柯力嘅，都系有啲好似无端端喺半空中浮咗个人出嚟，跟住讲一段唔知佢对即系九唔搭八嘅说话，然之后又走又闪咗佢，你永远都唔会知佢究竟喺边度嚟啊？点解佢可以咁出现啊？咁就算而家睇完呢套嘢都系唔知噶嘛。嗯。即呢樣嘢係好奇怪㗎，我覺得。但其實我漏咗個人名未講㗎，就係龍尾啊。斯迪一開頭第一都想講嗰個，終於到最尾啦嘛，冇乜可以講佢啦。第一波龍尾，啊、真係龍尾啊！買龍尾嘅同班同學嚟嘅，咁係一個即係同阿春平係性格係完全相反㗎，主要係。都好正義感好強嘅，通常都會萌大叔㗎嘛，呢條友追埋呢一個大叔囉。啊、每日都要追個高倉健啊嘛，係啊，追要追追，其實影射現實嗰個高倉健。係啦、啊，所以就但其實佢係女主角，但係佢嘅戲氛好即真係少少得好緊要咯。咁冇女主角嘅戲氛，有冇主線先個故仔？有咪得咯。係啊，咁其實冇咩好講啊，但係到咗後尾，其實即係所謂嘅第二部啦，龍尾係。即係擔當一個重要嘅角色嘅，都算係俾佢臨尾加返啲分啦，係咪？佢一路以嚟呢都係用一個普通人嘅身份登場，佢係冇任何咒力呀、啊、或者係才能呀、啊、即係唔似柏古華可以做下啲道具呀、啊、做啲輔助工作呢，佢真係純粹喺旁邊鼓勵或者睇住。咁柏古華係可以畫同人㗎嘛。咁變咗佢當初真係好薄弱啦氣氛，但估唔到臨尾都叫做俾返個崗位佢囉。咁呢個夾硬俾佢啫，最後成為女主角。我都覺得係夾硬嚟嘅。都係嘅。即係如果佢冇最後嗰一下，然後話俾你聽，原來主角鍾意佢，即係春平鍾意佢嘅話，咁跟住其實我都鍾意佢㗎咁樣。其實佢一啲女主角味道都冇。咪有啲似足球小將入面啦，即係大刺猬無端端到咁上下。黐線個大頭妹由頭 lift 到落尾啊啲戲。但佢似阿典娜，即係無端出嚟得閒見下面講兩句説話，然之後呢班人就喺度各自打交啦。唔係大頭妹嗰啲係我哋擺喺度嘅老婆嚟㗎嘛，即係擺喺度，跟住自己就周圍去溝仔。即金魚嚟嘅，就睇嘅。唔係，佢都負責生仔嘅。哦，好似生咗两个添啦，已经系啊，佢负责摆喺度同埋生仔，然后大少爷就周围去沟仔咯，系咯，日本沟完去巴西沟，巴西沟完去西班牙沟，沟到啲巴西嘅仔都跟住去加盟晒西班牙嘅球队。咁可能佢呢本作品都系以低年龄向啦，即系觉得女角嘅剧情唔太重要咧，所以唔俾咁多戏佢担咯。低年龄向啊，整个安娜出嚟。呢啲系喂奶外嚟，系诱惑啊！唔系，女完全系喂奶级噶，唔系咧服务呢啲早熟嘅读者嗰啲，可能系作者单方面嘅即系自我安慰嚟嘅啫。即系可能佢大学嘅时候就系沟唔到呢条女，所以决定转学嘅。啲八十后嘅思想真系复杂啊！嗱，冇标签人啊！好啦，咁啊，第一节讲到呢一度为止啊，转头翻嚟继续第二节，周柏解禁。